事实上是别的补习班的小孩子。那但是家长觉得说补习班对他们的小孩子影响还不错的。那这个家长自己也分享，他的小孩就是上了国中，然后一段时间读书就学校前十名这样。然后他觉得说这应该是从以前就是长期读书下来的那一种，就是好处这样。所以他就很希望说。